家，今天是周五啦。我想说给大家录一个周五、周六、周日，然后刚好我们周一又放假的一个 weekend vlog， 就是看我平常 weekend 都在干嘛。其实好像也没有干嘛，我不知道这个 vlog 会不会很无聊，但是我会试着录录看。如果录出来我觉得还可以，我就会发；如果不行，那我就不会发。基本上我录很多影片，我其实都没有发的。对，然后我现在要去上课，这个教室本来是离我30秒的路程，现在老师改教室要离我14分钟，我真的要哭了，因为它是我135每天早上第一节课，冬天很冷要走14分钟。好啦，我现在要过去，然后是日文课，如果可以拍个什么东西我会给大家拍，然后我附上我的 OOTD， 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走吧， Let's go。 OOTD，有些人说想看我的什么一周 outfit 还是什么的，但是我每天都穿一样的，就是牛仔裤配球鞋 hoodie， 然后背一样的书包，那这样有人会想看吗？OK， 那就 let's go。下课回来，我刚刚去买了奶茶，太开心了。这间是新开的，是那种自己可以装，就是你买一个杯子，然后里面的料、奶茶所有东西你就可以自己装。然后它还有那叫什么奶盖，也是可以，就是不用再加钱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你看，因为我超爱吃珍珠，所以我直接装一半珍珠。一般奶茶店哪会给你这么多珍珠，尤其在国外。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它奶茶其实有一点甜，所以你们要去，它可以试喝，每一个都是可以试喝，所以你就喝喝看你喜欢哪一个，哪个比较不甜就选哪一个。然后我选的是焦糖奶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焦糖奶茶竟然不甜欸，就是很意外的，跟乌龙奶茶混在一起，我觉得超好。我还贴个贴纸，好，我要来插，你知道我没有办法一次插就下去，所以我觉得很烦。你看出现这种状况怎么办？哎呀，它现在是这样，它已经凹了，你们看见吗？怎么办？我怎么喝这个奶茶？来努力，终于把它放进来。你看这么多珍珠，我看到就好爽。我真的看到珍珠在奶茶这种颜色里面，这种杯子，我就会心里很开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要来喝。我好喜欢它的珍珠，它珍珠超级 Q， 那种很 Q 很软很好吃的珍珠。我等一下要上数学课，那还有一节 informatics 的课，如果可以录的话我再给你们录。那我现在看去喝奶茶，拜拜。2:40了吧，还没吃午餐，所以我现在来煮个饺子，然后是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的网红做法。然后刚刚很酷，我在上课，那堂课是比较多人那种大课，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女生走过来说，哎，你是珊珊吗？ YouTube 的那个珊珊。然后我就吓到，我就她就说她有给我留言过，我就谢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希望大家还喜欢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做吧。那首先你需要一个平底锅，然后开中火，加一点油，这次可能要加多一点，因为如果要煎饺的话，要让它粘在锅底。好，这已经是我的多一点了，然后把它涂开。这是我在爱奇艺买的韩国的这个豆角，长这样子。
我觉得它还蛮好吃的。如果大家有想要买饺子的话，可以看看这个。好，直接从冷冻库拿出来，直接放进去。然后可以把它摆出一个类似的花样吧。但是这个饺子可能是我锅太小，我觉得有点难啊。那就这样吧，啊。然后就这样放着，让它先煎个两分钟。到这个滋滋的声音吗？好的，现在两分钟过了，我们就加水加到饺子一半，然后让它焖一下。但是我怕它这有可能会溅出来，所以大家要小心，加快一点。它焖到水有点比较干，烧干之后就可以加入蛋液，就是我们的网红煎饺做法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怎么样可以看表情？好，这样好。好，你看一下，它水已经吸干了，我们就要去单子倒下去。然后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饺子要加蛋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把蛋加下去之后呢，你就转小火，让它蛋液凝结就可以了。饺子天生之佛，胡说什么呢？开心，叫人听见笑话三不五。举起耳朵，这是日本的菜。那个饺子超好吃啊，脆脆的。可不要笑话我们祖孙两个才好。洪文只有感激老太太。还有汁呢，它里面还有冬粉。错。那饺子很好吃。开心，配上知否。六妹妹。嗨，又在下雨。你看，我就说我都只戴帽子，所以其实我的睫毛是会淋到的。这个睫毛膏不错，1.28。然后我现在要去买点 grocery 怎么讲？杂货吗？那我要去 Trader Joe's， 等等见，拜拜。分享一下我在 Trader Joe's 都买什么。这是那个 Mandarin Orange Chicken， 我觉得超好吃，还不错。就是如果你很懒不知道怎么煮饭的话，这个还不错。然后买了一个 Scrusty， 对，它已经弄好了，所以就直接炒或是水煮就好。然后买了一个 Ham， 因为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一个做早餐的，我打算明天来试一试。还有一个Bread， 这个我是看有人说以前没有巧克力，然后现在有巧克力的，这个说蛮好吃的，我就试试。而且我喜欢的那个面包，他说已经没货，叫我下礼拜再回去。然后就是我之前推荐的这个啦，就是补货，超好吃，我觉得它越吃越好吃。然后一个 cheese， 就是跟这个要一起做早餐。还有更多的 cheese， 天哪，我胖死了冬天。还有一个新买的这个零食 chocolate， 不知道好不好吃，看起来蛮好吃，我等下来试试吧。还有一个冷冻的这个葱包 chicken， 他们说蛮好吃的，我也不确定，但我感觉应该会蛮好吃的，所以就试一下。然后一个白吐司，就是配着这两个要一起做的，明天给大家做一个。这个鸡胸肉看起来蛮好吃的，不知道怎么样，我没做过鸡胸肉哎，但是比较健康，所以我打算也做一做。就这个啦，苹果干我超喜欢的，我已经囤了好多包了。这就是我买的一堆东西，好，我想把它拿去冰起来。好啦，好，那我们来吃吃看我刚刚买的这个Trader Joe's买的。我之前推荐一个很软的那个饼干，就是里面有加巧克力夹心，然后是软软的那个饼干，我刚刚去看没有找到，有点难过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来试试看。
不知道怎么样，看起来是还蛮像，反正都是巧克力，有点像马卡龙的概念。然后我发现，因为我是用手机录音嘛，所以其实手机的镜头在这边，但是因为我为了要顾大荧幕，我就一直看荧幕，然后导致我好像都没有在看镜头，所以我在尝试着改进做这点。大家打开长这样，然后它没有小包装，它就是这样一个大包装，然后里面是长这样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长这样，好，来试试。我觉得很好吃哎。有个孩子也是做这种巧克力的，跟那个吃起来味道一样，可以找图片放这里，跟那个一模一样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蛮好吃的，等一下推荐。那我明天再去吃火锅，我现在就看个剧发个呆，因为就 Friday 嘛，周末，然后等一下再带大家跟我一起去吃饭。好了，拜拜。